市，对不对？郑大哥哈，好，从新北市一大早就开车，开什么样车呢？开这个外面的小货车哦，摇摇晃晃的来到长兴国小。那小货车里面呢，载着满满的物资，这些物资呢，里面装着的是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叔叔阿姨的爱心跟祝福，还有期待。他们带着这些爱心来到长兴国小，全台湾这么多的国小，为什么选在长兴国小？啊，是一个缘分。那也是因为长兴国小的小朋友一直以来表现都非常非常的棒，因此呢，这一群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叔叔阿姨，在我们一些热心的叔叔阿姨的号召之下呢，把他们满满的爱心装进了一箱一箱的箱子里，然后他们很辛苦的载到了学校。因此今天呢，连我们的祖灵都给我们很好的天气，给我们很温暖的阳光，因为这个阳光就象征着这一群你未曾谋面的叔叔阿姨给你们的爱。那主任很希望的是，今天我们不是只懂得双手向上跟人家收一些大家的关爱而已，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能力去做回报。你说主任，我可以做什么回报呢？首先，你们今天在这里坐得很正，很专心，用你们的专注力就是第一个回报。接下来，上面的哥哥姐姐将要带来很精彩的表演，这是我们长兴国小拿出来的第二个回报。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回报，你现在或许还不知道，但是主任可以告诉你，叔叔阿姨对你们的关爱，希望能看见的是你们在生活上的认真，在课业上的专注。如果你们能够把现在小朋友你可以做到的事情做得很好，我相信叔叔阿姨会觉得这是最好的回报，对不对？好，那在未来，在未来，我想更好的回报就是有一天你们也成为像叔叔阿姨这样有能力的人，可以再去回馈给需要帮助、需要更多爱的孩子们。我们希望这会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循环。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先用我们长兴国小最棒的表演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长兴棒击乐。Thank you.
谢谢。来，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中高年级的小朋友。好，我们小朋友请回座。长官来宾致辞，首先先邀请到我们长春国小的大家长许梅娇许校长为我们致辞，掌声鼓励。啊，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热闹开场，对不对？今天早上哈、特别的风和日丽，因为呢，我们今天有贵宾，把他们暖暖的爱心。跟美好的太阳带到我们长春地区，同学们大家知道我们的活动中心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请大家回头看看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共同分享这个美好时光的贵宾们，有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有吗？有啊、你应该看过他四年，你应该看过他五年。我们六年级的应该看过我们后面的这些贵宾们六年，这六年来，我们锦绣八八社区的这些非常有爱心的，我们要叫叔叔、伯伯，还是叫大哥哥哈？他们把他们的爱心用行动带到我们长兴国小，他非常关心你们，所以也非常棒。我们刚才孩子们哈，用你们的迎宾跟热情。让我们的这个大哥哥，我们的叔叔伯伯们看到，原来你平常是这样认真学习的。那我们学校的小朋友，还有射箭哦，我们的射箭也是我们复兴区第一名，代表桃园参加我们北太阳的比赛，也得到非常好的成绩。我们前六名，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包了五名，很棒，在那个宜兰大同乡。那今天他们用他们的爱心哦，把你们可能喜欢的，而且这个物资呢是可以再用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喜欢的？哦，有人说好喜欢哦，好想要哦，对不对？其实呢，这里头校长就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从十一月底，我们旅游主任带我们去走松树林之后，我就提到说，十二月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对不对？从十一月底的 Thanksgiving。其实就在提醒我们说，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需要感恩的人，所以今天呢，校长也请大家仔细去思考，尤其是那么长期来关心大家的这些贵宾们，他们用他们的行动来表达对大家的关心。他们都很忙哦，他们都是大老板哦，他们平常工作忙得不得了。你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吗？从林口一大早就开车来，而且为了今天这个活动，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了。好，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锦绣八八的贵宾们。然后我们也一个一个请他们说说话。首先呢，我就邀请我们的政协人政总干事，也帮我们介绍一下，然后邀请他们来跟你们聊一聊。谢谢各位同学，早安。好。有没有看过我？有。有没有六年级的？我来了第六年呢、你们还不记得我？好，首先，其实这只是我们社区大家发自内心想做的一些事情。那因为刚刚这个老师也有说，其实我们是缘分，那也在一个以前的总干事的引导之下、介绍之下，我才认识了长兴国小。那就是我就一直做下去，做到现在，我们是第六年的。恒毅力，是第六年的。那不好意思，我们的东西可能整理的不够周到，可是就麻烦你们了，好不好？如果能用的就留下来，不行的话就麻烦帮我们处理掉。那因为我们的人力是有限的。我们在台北其实每一个都跟校长说的一样，每天都有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只是把多余的时间拿出来帮忙需要帮助的人。那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需要帮助，而是我们站在一个社会上来说，我们比较有一点
应该说我们就已经是社会中间分子了。哦，那我们把我们的爱心哦抛砖引玉，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也希望各位小孩长大之后，如果有能力的话，也回馈这个社会，好不好？哦，那谢谢校长。好，一个一一一的来介绍我们的贵宾。来，先介绍我们中间那位，那是我们刘健的刘大哥。好，大家好。他是我们刘爸爸的助理。那他是最鼎力、最鼎力相助的一位伙伴。张生智，好、哦，我记得他也是我们刘爸爸的师傅，他也跟我来了六年。哦，那因为我们刘董事长他本来就比较忙，所以他其实有几年是中间是没有到的，可是他都尽力帮忙。像那个车子，其实